项羽这一生经历了70多场战役，胜多败少，其中巨鹿大战是他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场战役。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幅环绕展厅的巨型浮雕壁画，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军事案例——巨鹿大战。小纪老师，为什么这场大战对他这么重要呀？在这场战争中，项羽带领军队以少胜多，9战9胜，威震诸侯。他也因此成为反秦斗争中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，为他西楚称雄奠定了基础。